安，大家好。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人格缺陷最怕理所当然。理所当然，人格缺陷有那么严重吗？哦，一般有那么严重吗？好嘞，来，请到，呵呵，请带小声娓娓道来。OK， 啊，开玩笑的。那理所当然，这本来是就很单纯的一件事情，可是事实上。应该来讲就是说，好比说今天小朋友啊，小朋友说哦，我要吃糖，我要吃糖啊，来、哦、给你，谢谢啊、哦，最好的嘛，你要吃糖，我要吃糖，拿，哎、欸，怎么着了？哎、欸，没礼貌，你要吃糖，我要吃糖，拿了，这好难吃哦，哎、欸，不同感恩，我要吃糖，哎、欸啊，怎么了？这应该的啊，那你这种感觉就很差了，在众多里面，这个感觉是最差的，为什么？哎、欸，理所当然，就这东西为什么理所当然？对啊，说啊，这顾啊，顾笨利耶，你啊这样你怪慷慨啊，那笨歪啊，这顾啊，理所当然。就在很多事情来讲，理所当然是一个，就是说大家来讲，大家会把坏的理所当然给泛用化，但不太会好的。你说啊，理所当然捡垃圾，理所当然要清垃圾，理所当然要奉献自己的，对，理所当然要承受纳税。这个我觉得说，我是讲，我水可以抓到，好好我留钱，我给你看到我留钱。红绿灯啊，哎、欸，你我骨更才在注意，那我戴安全帽。你东西来讲，理所当然，当它是变好的时候，事实上很多东西都变好的。可是事实上来讲，就是社会的道德约束、行政法律制度上的一个缺陷，种种浮现的时候，理所当然是不好的。例如，理所当然，为什么？哎、欸，打混摸鱼，理所当然啦、啊，对不对？啊、那个对，迟到早退，啊，那个主管不都这样吗？理所当然。就大家理所当然都觉得，哦，你说就这样子啊，哎、啊，你们怎么不认真工作啊？就这样子啊，白痴还认真工作，对，理所当然啊，对，就很多来讲，就是说，像很多的一种举例，今天如果哎，这件事情那个不行啊，规定就不行，老板要的呢，那么管那么多，对不对？你制度不行，你是年底被 fire， 你这个违背老板，你下个月就不用干了，理所当然，都不是正常的。对，就是在制度面的挑战来讲，理所当然也会变成不正常。就是说，假设一直在挑战，我正在讲制度啦，就是说，老板是挑战，就是说是在那个老板是违背这个所谓制度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卡，就很大嘛。就是像刚讲的，立条件者往往是破坏条件的人。举例，今天来讲有没有？哎，来说的必须要那个每个礼拜啊，每个礼拜几的时间，我们固定为是我们的一个周会啊，就是进度报告会议，每个人都要来啊，啊来 ，OK， 正常人不来吗？不来就对不对？对，被记下来，你会拼死拼活要来嘛？那哎，今天主管就这样，主管没来，请假一次，对，那都会变得很哎，我就这样，大家就啊，都请假，大家理所当然，就是说，当他如果被。破坏，这当然就是有点像破窗效应啊，就是一开始有人去打破一个窗户，后面没有你啊，那每个就像破坏，就跟霸凌很像，霸凌实际上就破坏。所以为什么常就是要给有时候我们要就是正确的教育，就是当霸凌的第一步的时候，你要勇敢的说不，哪怕你还是被推一拳，但是怎样阻止破窗效应的蔓延？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大的一个点哦、喔，这个有时候事实上也是一个勇气啊，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也是。对，这个宣导，但我觉得能到多少，我们真的有限，因为这个社会的繁杂复杂度实在是太多了，真是太多了。OK， 来，那我们现在认为理所当然，就是说，常常讲的，就是说，举例，今天长辈啊，长辈哎，本在善贺，大家听到这个好跟进哦，精神来了，本在善，啊，你当然能拿分一份，我也要分一份啊，对，啊，就说啊，我以前付出那么多，你没有啊。那你以前拿比较多啊，啊，理所当然我也要拿一份啊。对，理所当然就会伴随着什么，大家就开始这样大声响，啊，我买没呢，啊，那之前我只要举例来讲，长辈啊，就要花费，需要费用，为什么要出？为什么？对不对？啊，之前拿比较多啊，以前拿比较多啊，以前都弄比较多啊，对不对？啊，再赔比较多啊，那我不用啊，理所当然我也不用啊，对不对？就理所当然来讲，大家都会往负面的部分去延续。那理所当然来讲的话呢？有一个蛮大的点，就是说，事实上，理所当然这东西，这跟那个群众的效应有很大的关系的。就变成是说，当大家如果都是说像螃蟹效应，大家都互相在那撕扯、在那拉的时候，螃蟹效应我们之前有讲过，大家都互相撕扯、在拉的时候，当然就是往坏的一个部分，就恶性循环。但如果是好的部分，就很正常。举例，今天假如今天是一个才艺班，那才艺班不管是什么画画啦、钢琴啦、美术啦、舞蹈啦、音乐，哎，你有其中一个，哎，对，如果整个班风都非常的好，大家就会很好；班风很烂，
对，每个人啊，我们不想去，不想去，今天不想去，自然就整个出席就很低。这个是一个蛮明显的部分，这是跟秩序有关了。事实上，理所当然跟秩序、自律，它都是有一点关系。可是我们之前节目常讲，当你把所有东西都染这灰心，我光拍的看不出来啊。当你把所有颜色染这灰的灰灰，哦啊嘛，那那年嘛，对。但你唯有把它独立分开、拉开、分开、拉开，你的整个鲜明的颜色才会很鲜明。颜色也是一样，红色就是单纯就红，你不要再染其他的东西，它就是单纯就是红。蓝就是单纯就是蓝。对不对？青蓝、深蓝、白蓝都 anyway 的黄，就是单纯就是，就是说它等下分开讲，但东西也是一样，很多事情都来染这会，我光盘下来弄的一笔盲账啊，就很多。好比说，今天假如一间公司里面，假如你要让一个那个什么案子有没有那个什么，让他没有办法停滞不前，甚至太子步骤很简单，你把说你不要拿机会，大家其实很多人没有办法做自然太子步骤。但如果你真的有心要把它完成的话，你会怎样？排除众议，力求解决方案，对不对？归纳出目前的状况，然后呢，把很多的问题轻重缓急拉出来，然后有效去排除。这时候呢，反而会有效去解决问题。哦，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大的一个点，就是说今天是刻意还是不刻意？所以我们常常讲，就是说，事实上，在公司里面啊，事实上全部的公司来讲，除了老板之外，全部的人说白了都只是打工仔的心态。任何一个做，就算做到高阶主管，只要他不是认股型的，他就认为是打工仔。哦，所以事实上为什么说共产党现在在啊，没关系，我让你插股，我让你干股，为什么？他不是多爱他是呀，做更大的一个利益捆绑，这可以理解。哦，所以事实上就是说，当你不是，就是说举例来讲，你今天公司来讲，好，举例，你好比说举例啊，大公司也不可能让那些高阶主管去做认股，对吧？那我更何就不能这一地方，我的是，对吧？让你该拿的，对不对？多给你2万块就是赏你的。对不对？2、3万块都给你赏你的，真的是这种情况。对，所以等于是说，这种东西来讲，当它没有理所当然的时候，市场很多人就说：“啊，不理所当然，决定我做那么多，我理所当然要拿很多，没有哦，那我就这样啊，就啊，钱不到位，那就怎样？不是能力不到啦，是怎样？我投入的心力就有到，我贡献就有到，我拿出来的菜就有限。为什么？我这个是有限的啊，余力啊。”所以很多东西，当它不是那么理所当然的时候，事实上本来就是会衍生另外一个点，这没有错。所以事实上，应该来讲就是说，事实上，那你说那这样的话，那个公司来讲，员工我们讲，所以我们经常用劳方跟资方，劳方就是人民劳保的嘛，说白了这样，资方就是什么资本，就是说，事实上我们说，哎，你是老板的二三层，我们不要这样讲，你是劳方还是资方？因为你。因为我是老板的儿子，但我来打工啊。对，你严格讲讲，你应该有劳方跟资方的身份，因为你现在是员工，所以是劳方。但是你是老板的儿子，所以你是资方的身份。所以这时候应该说，你只是单纯劳方的身份，还是你拥有资方身份？不管你有没有劳方身份，只要你是有资方身份，那你就是只算资方。你有劳方身份，你是只有劳方身份，那你算劳方。OK， 好，在这两个部分来讲，本来很多事情就是理所当然不一样。不一样，完全就是不一样。这的确就是说啊，我就是打工仔，是啊，就没错，是打工仔，没有错，没有错，你就是打工的一部分而已，没有错，对啊。所以等于是说，在这样的一个过程的一个情况，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啊，我就是这样子，对，啊，我就是这样，我就啊，我关什么事？反正我就这样子而已啊，对啊。他付出的有限啊，他会就是啊，我今天好，我今天是高级主管，我就做高级主管，该做甚至我如果有被提拔的可能，我在网上做没有做，但是他会卖命为这间公司付出吗？不会，为什么？他还要留一手啊，对不对？飞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这个说实话，在职场来讲，大家已经渐渐开始有这样的感觉。没错，这的确是这样。不要说职场，甚至任何场景都是这样子。就是举例，我们就举长辈例子来讲。长辈还有钱财的时候，哦，晚辈就会哦，我要做生意啦，我要什么啦，来投资啊，等等。当然，晚辈让长辈完全都没有钱，而且长辈已经确认他的户头完全没有钱，是吧？而且床下也没有金条的时候，保险库的首饰都已经没拿光的时候，不动产也都已经被拨到名下之后，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拿的东西，手上的戒指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不见的时候，这个长辈，我说实在，他就是一个。悲惨的孩子，的确，这是人性，就理所当然就是这样子。有时候真的就是，有时候就是看那种真的就是很多的一个长辈哦，真的就是你会发现一个长辈，有时候哎，几年前跟几年后，但一般来讲，一个长辈有没有
大概如果说有身体的不适，有人可能跌倒，或发生什么一些不舒服的东西，导致他没有办法正常的活动，哦，让自己的生活机能降下。一般来讲，快的话两三年，三年左右，那几乎整个就会判若两人。说实在，我再去看的时候，就会判若两人。那个有时候真的是觉得，哎呀，怎么会这样子呢？对，你就哎呀，怎么会这样子呢？哦，就好像就好比说，嗯，对啊，就觉得有点哎，就是不知道怎么讲哦，这就所以事实上我们要表达的一个点就是说，事实上很多东西不要让它理所当然，也是让它理所当然。如果不好的东西就不要让它理所当然，如果好东西要让它理所当然，就是加速嘛，对啊，一样嘛，对不对？对对啊，抵抗嘛，对不对？事缓则圆嘛，就这样嘛，就这样嘛。大家不好理所当然，那我就让它缓一点。对不对？好，让你说当然，那我就加速，赶快去让它达成，就是这样的。但不要弄错了，弄错就很恐怖了。哦，我们常常讲说事情呢，一来一往，反了就很恐怖了。对，以前有首歌嘛，为什么不反过来？对不对？那反错了，很恐怖啊，对不对？对啊，很恐怖啊，对啊。所以等于是说，这首歌好久，连我都觉得好久。对啊，那。哦，那是一个韩国女歌手唱的歌，对对对，我印象很深刻。对 ，OK， 那所以变成是说，那个应该来讲就是说，理所当然这东西会变成是一种，好比如今天小表就，小孩你怎么都不懂得感恩啊？理所当然就觉得这是应该你的。好比如有的小朋友有没有去他家里有没有，就当然就拿东西吃东西，就当然就就当然这样，啊，但是怎么舍了没？就当然就有点这样，觉得没有那么好的人品。所以等于说理所当然来讲，你如果说用在不好的地方来讲，是会惹人厌的，惹人嫌的，而这个东西会让人家慢慢的拒绝你，让人家不喜欢你。就是说，好比举例来讲，贪小便宜好了，举例贪小便宜啊，贪小便宜这东西不会让人家怎么样，但是贪小便宜让人家观感不是很好，这个有点的是形象工程。就举例啦，哦，他讲的，有时候虽然讲说形象要走在能力之前，可是说实在话的，能力还是智商，这没有错。我们在还是这个社会来讲，就是啊，我有钱，我没能力哦，我没有道德，我有钱，我有钱，我有钱。可以啊，对不对？那有钱个屁用啊！我钱对不对？我开个公司，我当老板，有没有屁用？有屁用，对啊。所以等于是说，这个社会本来就是扭曲啊，这社会本来就是一个扭曲，一个现象。这本来就是一个现象，的确是这样子。对，所以等于是说，应该来讲，就是说，在这个整个一个社会的一种运行的一个过程中，事实上，人性的一种慢慢的一个扭曲。哦，扭转哦，所谓社会的这种道德这种崩坏来讲，的确很多东西来讲，理所当然这东西已经变得有点这样，不好的东西大于好，这的确是一个，我相信这个是一个，说实在话的，有点就是一个浪潮，实在浪潮啦，不然对不对？对啊，很多人讲说，哎，如果在2024以前讲说景气变差不可能，2024之后，那你现在看景气以后是变好还是变坏？十个大概11个跟你讲都变坏啦，只坏跟慢而已。因为现在是真的是理所当然就觉得是不好的，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理所当然这东西，它有时候是怎样，是一种超前的预判，说应该不应该，有些是被动的啊，哦，我就理所当然就只能这样，被动的一种无奈。对，那你说这种东西，就感觉好像是一个达摩克里斯之剑悬在那边，很闹腾。可是有时候真的就没有办法，有时候这就没有办法怎么去突破它。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大的点，所以理所当然来讲，事实上有时候就是说，假如就是说，那你有办法去改变？你要说我们不要改变，我们改变光改变这个可不可以改变？可以啊，慢慢呢，时间呢，对不对？这些都是，但是问题重点来了，就跟这刚才捏这边我们不一而的当兵了哈，从白变红，简不简单？比较简单。那从白变黑更简单，但是你要从黑，就是从那种人家很负面的欧的，其实欧眼嘛，然后哦，职场啊，这边哦的印象不好了嘛？你从黑要变白难不难？很难。为什么？因为你的刻板印象，你黑变白跟白变红，红还比较容易，因为只要笼络人心就好了。但黑变白太难，所以有时候这种所谓的刻板印象，的确就是理所当然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有时候讲说一种很刻板的印象，有些真的是很不很扣分的刻板印象，有些东西可以不要来就不要来。第一个贪小便宜，因为你拿的也不会很多。就我们讲贪小便宜，不是说什么都不要，而是说你不要那种吃的嘴香，那这样不好。举例，最常讲的办公室，有些人就会拿，有些人就会拿东西去分，有没有？对，说实在话的，办公室就是很多人就说啊，可以自由拿，自由拿。说实在，有时候你偷偷拿，可能人家你多拿一点，人家可能没有注意。但是你的次数太多的时候，人家会知道为什么。
因为说是人家就会知道。那这种东西来讲，你多拿那一个东西来讲，会对你比较好吗？未必，没有未必。对，所以有时候适度啦，说实在话，这种贪小便宜的确不是一个好的一个形象哦。底气像对人家来讲，的确不是一个好，你后面要漂白，肯定要花更多钱去漂。对，那再来就是什么？你给人家一些很负面的印象，例如第一个有人讲话什么嘴很贱，然后讲话都是哦很恶毒那一种有没有？但虽然你讲都是事实，别人都知道，可是这句话说实在话的，就是在窗户纸啊，有时候人家说为什么会维护那些窗户纸？因为说实在不是维护别人窗，是维护你自己窗。为什么哪一天如果你落魄的时候，这一股回马枪才不会打到你身上？不要让。不要让最后回马枪打过人家说啊，理所当然他应该打，为什么？虽然这么贱，死活该。举例，就好比说，今天一个人他努力一下，最后他没有获得公司的晋升，对。那如果是说啊，别人说啊，他的衰没办法抖啊，他的肚子有狼啊，像你听着说实在可能还比较释怀。那如果人家说啊，他本来就这样，他本来就是差，本来就跟主管对着干，对不对？没有拿到是正常的，理所当然就不应该拿到，听着有没有难过？所以，但就是不讲，那不是屁话，没有什么用，还不就事实胜于雄辩，是没有错。可是有时候啦，有时候说实在话的，这种所谓的外面的纷扰，还是会影响人的情绪。的确，的确，例如当然会影响情绪。对，所以等于是说，应该来讲在这个目前的整个那种社会的那种大家招总啊，公司又说实在话的，每个人的确是这样，都很辛苦，在这个社会上，每个人都是很辛苦的啦。然后事实上说实在话的，常常是。例如说什么？哎呀，下班了，很多人啊，我请小孩，对不对？对啊，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他忽然想，对我要接小孩呢，没有想到可以接；另外一种是喊给人家听的，我要接小孩，就是说，等一下不要来吵我了，我已经跟你讲我要走了，哈、哦，卖了哪样那个案例不知道，没有嘛，就这样子，两种意思。这说实在，在社会来讲，每个人都不会太笨啊、哦。这有时候实在话，这种所谓的办公室文化啦、职场文化啦，哦，每个人在社会的生存，每个人都是越来越厉害。所以事实上，有些东西来讲是什么？就是说，很多东西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啊。有些东西你也只是在表达你的立场、你的看法，就是你可能在演的什么东西，对不对？然后比如说，哎，有人说啊，那个吃饭了、啊，不要再装了啦，还是装还是吃了啦，还是没装都没人了啦，都已经没人了，你在那边装给谁看？他讲的是什么？也是啊，几分真几分假，对不对？就这没有做啊，波浪你在那边用完像过，对不对？你岂不是我在照做一个走合理，大家可以理解？那已经没有人了，就不要再装了嘛。是不是也是啊？是没有错啊。所以呢，应该来讲，就是说，在这很多事情，我们今天讲是理所当然这个东西来讲，就是说，事实上，很多人会觉得说啊，理所当然就会觉得啊，应该是这样，应该是这样。如果说说实在话，但我们人不是每个人都圣，也不是怎样。说实在话，只是讲在自己，就是说，当如果今天来讲，你已经变成是比较不好的状态的时候，有时候可能真的要适可而止，适度的调整，整治自己，或借由别人去回馈你自己，是这样。去调整啊，不要让人家一路走到黑。因为老实讲，最后我们刚刚讲的形象回到谷底就要拉回来，真的要花很多的时间。这的确成本不见得会花蛮多的。那如果你是往好的方向走上来，老实讲要好好的维护它，去思考怎么去可以让东西可以更好、更维护，让你的、啊、让你这个可以更细水长流，让你这一个泉水有没有成为一个涌动，像涌动泉一样喝不完？我觉得这个一来一往中会比较好一点。说实在。就是尽量不要说理所当然，就很讲，就是应该这样。就哪一天忽然帮没有了，涌动权就没有了，瞬间别人已经有水喝了，你是从水喝变得没有水，更痛苦。那你之前的得瑟，你说你可不可以给我一杯水？人家不愿意给你，为什么？棒打落水狗，这时候会更痛苦，更痛苦。对，所以等于是我们今天讲的，虽然是说从理所当然这部分来聊很多东西，可是呢，它事实上也反映出一个什么人性啊、组织架构啦、社会结构啦，这东西都是什么？都是息息相关的，对啊。那事实上啊，整个这种社会的纷争啊，人跟人之间的一种的那种人情世故啦，或什么东西来讲，各位发现，在整个这种社会的一种迭代来讲，事实上大家越辛苦，我就会觉得啊，我跟人事实上都在交往，可是我觉得好累，为什么？就觉得心累，对不对？就会觉得啊，我跟很多人来往啊，对不对？在公司跟人家来往，然后公司之后还要用那个什么。那个聊天跟人家来往，然后下班之后还跟同事去聚餐，跟朋友、跟同学，对不对？然后就大家都聚餐啊，又有活动啊，然后什么，我又有那个这些车友、脚踏车的，不管是重机车、脚踏车什么车啊，哦，三轮车最棒了哈，
啊，还有什么山游啦、歌游啦，然后唱歌的歌啦，不是歌，不是阉割的歌啦，哈，还是什么哦？你说有的是画画的画游啦，泡、嗯、没有泡游啦，就所谓的、哦、或所谓的其他的一些哦，所谓的夜店咖之类的哈、哦，对，新军闯有没有？那水电费也一种类似、啊，你也懂吧？那水电费的常态费用嘛，哦哦，就是去那一种黄赌毒的这种类似的，就是我有很多人很有，没错，就你会发现人的那种恐惧度会越来越高，没错，为什么？因为很多东西你就弄得太理所当然了，你失去了什么？原本很纯真那一种纯真的感动，那一种纯真的温馨那一种，但那个东西很难去瞬间给你拉回啊 ，magic 马上蹦出来，不会，它是怎样去寻找？去寻找你以前那时候感动你自己的东西，去寻找。所以很多人就是有的人就是说，从黄赌毒走出来之后，他去找到自己的兴趣，找到自己他以前可能有的兴趣，现在更热爱他，去寻找自己，然后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我觉得这是一个蛮也算是一个一种蜕变。对啊，就是说，如果你的理所当然是站在一个对立，当然讲是 OK 的，没有问题的，好好的去照顾他，珍惜他。OK， 但理所当然如果已经有点偏掉了，你要如何去矫正他？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对自己很大的一个难处。对，那假设说这两个你都拿捏很好，你的理所当然，你做很多事情就更符合你自己本身的期许，那你会活得越。这样越有开心，越自信，越有成就感，越有活力，越有动力，越有热血。为什么？因为这是你要的生活啊。可是事实上那个节目前的朋友 Peter 这边可以讲，这种生活老实讲能达到的在当今的社会真的不太多。或许在战后婴儿潮那一代的人容易得到，为什么？因为他们虽然物资贫瘠，可是内心怎样充满着希望，精神充满着热血，对不对？人跟人充满这个，虽然什么都没有，但充满这种互相的一种，大家对一种信任、一种感动、这种就一种憧憬、一种信仰存在。可是，在当今的社会来说，每个人都有，甚至以后甚至一个带个 ARV 啊，你什么都有，你可以意淫，所以就全世界最美的女人，因为是假的嘛。但怎样，你会更空虚？为什么？因为你找不到吸引的那一块。对，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是另外一个议题。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是理所当然这个东西来讲，就是说我们今天还要拉回我们今天的节目组的一个重点，同一个点，理所当然这个东西啊，很多人会讲啊，理所当然就不知天职啊，不懂感恩白眼狼，因为你都不懂的，所以理所当然。对，而且你说有的孝子就觉得说，我觉得我应该要这么做，为什么？因为我理所当然，我觉得这是我的人性本性。所以这是什么一样米养百种人，这种真的就是你真的可以感受到什么叫一样米养百种人。但是事实上什么样的人都有。什么？这好比狗有很多种品种，更何况是人呢？哦，第一次笔者听到这句话的时候，真的是有点头有点大。狗什么品种都有，我一开始没有误会过，没有醒悟过来，更何况是人呢？我这一句话听下去，哦，忽然整个就有点脑袋有点话很淡啊，可是就听起来就觉得哦很沉重，就对，这没错啊，人这什么人都有啊，对啊 ，OK。对，所以我们今天还是主题就理所当然。很多人对事情的理所当然，如果你可以把它转成正面的话，会让你自己的人生，会让你自己的在你自己的人生道路上轨迹上，更活出你要的一个理所当然的人生。我觉得这可能才是对我不敢说绝对，但是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对自己人生很好的一种体验当下的一个过程。这样子，好，今天先讲到这边，拜。